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呢个20分钟课程咧，系最主要系拉我哋嗰个 hamstring 嗰条筋啦。咁我哋会用两个砖同埋一条瑜伽带嘅。咁首先咧会瞓低啦，趴低，咪用我哋个 strap 先放喺旁边先嘅。可以将双脚放起，将脊度啦，可以嚟到你个蝴蝶式，或者可以就咁将双脚伸直，右手放喺腹部上面，左手放喺心口。用少少时间嚟留意翻我哋嘅身体同埋个呼吸先嘅。吸气，感觉到腹部同心口都胀气。呼气，心口同腹部慢慢放松。三次深呼吸。好，可以喐下手指同脚趾，将两边膝头哥揽入嚟心口，气度向左右左右松一松，按摩下条腰。咁首先用我哋条带咧，将佢围住我哋右边脚板嘅，左边脚板落地，双手喺度伸直，右脚都伸直。两边膊头贴实，同埋成个背脊贴实张只脚。呢度好重要咧，就系我哋要将个脚踭向上推，脚趾向下拉，但系唔好俾我哋个膝头哥锁起咗。特别系如果你关节比较柔软嘅话，保持轻微嘅弯曲，保护住呢个膝头哥嘅。所有双手伸直啦，心口打开。咁可能每一次吸气，你可以将双手搭高少少，跟住呼气，你可以将只右脚举高少少。已经开始感觉到我哋右边小腿、大腿、膝头哥后侧全部拉长。如果感觉已经够强，可以留喺度；唔够嘅话，可以将只左脚伸直埋，左边脚踭向前推，大腿轻轻向下压，三次深呼吸。好，而家左手攞住 strap 嘅两边啦，右手叉腰，咁右手咧就一直将我哋右边一个 hip 位向下压，唔好俾佢抬起咗，所以盘骨继续对正贴实，可以慢慢将我哋只右脚带过去左手边，可能系冇办法完全带落嚟嘅，系好正常，已经感觉到我哋呢个大腿同埋 hamstring 外侧喺度拉长，三次深呼吸喺度。个膊头放松，我慢慢翻返嚟中间，跟住交换脚，另外一边左脚踩入去个 strap 入面，右边脚板先落地，双手伸直，又系注意唔好俾我哋膝头哥锁起咗，脚踭向上推，脚趾向下拉。可以选择留喺度，或者将只右脚伸直。系每一次吸气，可能手可以搭高少少，或者呼气可以将只脚再举高少少，留喺度都得。三次深呼吸。嚟到个 IT band 个伸展个动作啦，右手攞住条带嘅两边，左手叉腰，慢慢开始将只左脚带过右边，记住呢个左边 hip 位贴实，仲有两次深呼吸。慢慢可以翻返嚟中间。两边膝头哥揽入嚟身后，将个 strap 移开先，可以喺度松一松，用膝头哥画啲圈圈，按摩下个盘骨，舒缓下我嘅 hamstring， 俾佢休息一阵先。
车，跟住我哋会直接坐起身啦，所以你可以先坐喺一边，跟住坐起身，或者可以就咁直接用你嘅 core 或者双手向后面推推一推，坐起身嘅。嚟到你 table top 喺度松一松，松下两边腰、盘骨、髋关节，跟住就嚟到你嘅 downward facing dog， 所以双手搭前，脚趾反翻过嚟。呼气，将盘骨向上向后推。咁首先，我哋会将脚两边嘅踭抬起，膝头哥弯曲，将个盘骨再向上推嘅，脊椎拉长啲，背脊拉长啲。好，跟住可以开始将两边嘅踭一齐向下推啦，感觉到我哋个脚踭、小腿后侧全部拉长啦，似。好，跟住下一次呼气，将右边脚踭向下推，将只右脚伸直。可能脚踭冇办法完全落地系唔紧要嘅。好，跟住下一次呼气就另外一边脚踭向下推。继续可以来回做几次，重复几次呢个动作。呼气将脚踭向下推，再呼气另外一边脚踭向下推。好，下一次吸气将只右脚举起。脚趾是指住张脊，盘骨对正。呼气将左边脚踭向下推，感觉到成个 hamstring 位喺度拉长。吸气，下次呼气将只右脚踏前，双手中间，后面膝头哥可以落地，可以将只脚再踏前少少，脚踭喺膝头哥下面。呢个时候可以用我哋两个 strap， 唔系两个砖，两个 block。将个心口抬起，呼气可以先嚟到你呢个 crescent lunge， 感受到左边呢个 hip flexor 呢个盘骨同埋个大腿前侧拉长，喺度吸气啦，脊椎拉长啲。我下一次呼气 half split， 将我哋只右脚伸直，右边脚趾向后拉。如果呢度个感觉已经太强咧，可以将个膝头个弯嘅，心口一直向前拉。右边 hip 位都向后拉，所以我哋盘骨对正咗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将个砖教嗰个高度咧，系高啲或者低啲。每次吸气系脊椎拉长啲，每次呼气可能可以再向前弯，落低少少，或者只右脚可以再伸直少少。仲有三次深呼吸。好，慢慢将只右边脚板落翻地，可以继续用你两个砖，后面脚趾反翻过嚟，后面膝头角举起。嚟到我要 full crescent lunge 先，睇可唔可以再坐低少少，打开个髋关节。下一次呼气，今次系成只脚板脚趾弓继续贴实张脊，将只右脚伸直。但系如果冇办法伸直咧，系唔紧要，保持住右边hip位又系向后拉，可能要将你两个砖移高少少。又是同头先差唔多，吸气将条脊椎拉长，呼气可能可以再向前弯，或者只右脚可以伸直少少。三次深呼吸喺度。好啦，下一次吸气，慢慢开始翻上嚟中间，可以先将后面膝头哥落地。两个砖移开，手落地，跟住只右脚搭翻去 table top 或者去你个就系我 facing 咗，喺度松一松，注意下左右边嘅分别。好，跟住嚟到另外一边啦，一模一样嘅动作，今次吸气，左脚举起，脚趾对正，盘骨对正，右边脚踭向下推。两次深呼吸，喺度吸气，下次呼气，左脚踏喺双手中间，后面膝头骨落地，记住前面嗰脚踭喺膝头骨下面嘅，用你两个砖抬起个心口先，脊椎拉长，呼气坐低向你个 half crescent lunge 先。
打开右边呢个髋关节 ，hip flexor， 喺度吸气。下一次呼气嚟到我哋个 half split， 左脚可以开始伸直或者保持轻微弯曲，左边脚趾向后拉，左边 hip 位都向后拉，可以教嗰个砖嘅高度。三次深呼吸，每一次呼气再向前弯，或者就左脚再伸直啲。砖可能可以踏前啲添，如果想再向前弯嘅话。慢慢左脚脚板落翻地，后面脚趾反翻过嚟，后面膝头哥举起，抬起。Full crescent lunge， 坐低少少先。打开个髋关节先，跟住下一次呼气先将只左脚伸直，脚趾弓贴实。如果冇办法伸直唔紧要，保持少少弯都得。左边 hip 位又系向后拉，三次深呼吸，每次呼气再向前弯，或者只左脚再伸直啲。慢慢开始翻翻嚟中间，又系可以先将后面膝头哥落地，两个砖移开，再个打翻向后面 tabletop 或者 downward facing dog， 又喺度松一松，休息一阵，又感受下左右边嘅分别，而家应该感觉平衡翻少少啦。我开始吸气，膝头哥弯头向前望，呼气嘅可以踏向前面，或者轻轻跳向前面都得嘅。脚同个盘骨一样咁阔，膝头个弯，头放松，颈放松 ，forward fold， 好正啊！下次吸气 ，halfway lift， 手指嚟到小腿前 ，flat back， 挺胸挺腰，将心口抬起，膊头向后向下拉，跟住呼气 ，forward fold， 向前弯，重复做得两次，吸气 ，halfway lift，flat back， 挺胸挺腰。呼气 forward fold 向前弯，最后一次吸气 halfway lift， 呼气 forward fold。好，由呢度保持膝头哥弯，肚同大髀贴住，先将只右手放喺张席度，可以选择将手掌、手指或者拳头嚟到张席啦，或者如果你知道你 hamstring 比较紧嘅话咧。咁你可以用个钻贴，然后个高度可以自己夹，所以右手放喺钻或者张脊度。咁吸气会将只左手举起，少少个 twist 嘅动作，同时都系保持我哋个 hamstring stretch 嘅。所以先搵一个嗰个 twist 嘅感觉啦，膊头向后拉，心口向后拉，打开，转慢慢可能将只左脚伸直啦，可以感受到成个左边大腿膝头个后侧拉出。如果条颈会夹住咧，可以继续向下望。如果 OK 啦，可以慢慢开始向上望，望住只左手，将个肚脐向后拉，保护住条腰。咁每次呼气可以再向后，将上面个膊头向后拉，只脚可能可以伸直啲，好慢慢反方向出翻嚟，可以到松一松对脚，跟住嚟到另外一边，手可以落地或者喺你个砖上面。膝头哥先弯，吸气，今次将只右手举起，身后打开 ，twist 嘅动作，打开背脊、脊椎、腰，可以慢慢将只右嘅伸直，可能个头可以向上望，望住只右手，两次深呼吸，将个肚子向后拉，稳固住条腰。好，慢慢翻返嚟中间，将个砖移开，松一松对脚。今次嚟到 ragdoll pose， 攞对面手踭，可以松一松脚，可以保持伸直，或者可以轻微弯曲，舒缓下条腰、膊头、颈。两次深呼吸时间喺度，
呢度咧就会开始坐低。可以褪后少少，双脚伸向前面。我睇下咁样坐嗰、那个腰嘅感觉会点样先。所以佢发觉会坐咗去条尾龙骨或者条腰有呢个弯嘅话咧，最好就系坐喺我哋个砖上面。轻细将个盆骨抬起，保护住条腰。如果仲系会弯咧，可以将膝头哥弯。可以用你个 strap 或者可能唔需要用 strap 添嘅。条带就围住我哋嘅板啦，好重要，又系先保持条脊椎拉长呢个感觉，嚟到一个 forward fold 嘅，跟住呼气可以将个心口向前拉，开始向前弯，见到个肚同埋大髀系保持贴住，咁呢度咧就可以保护住条腰，唔会有呢个弯嘅动作啦，其实系 support 住我哋条腰嘅，可能见到你根本唔需要用个 straps。双手可以就咁直接放喺你脚板外侧，但系需要嘅话咧，继续攞住你两边 strap 啦，脚趾系继续向后拉。咁可能每次呼气，可以再将个心口向前拉，再向前弯，或者可以将双脚伸直少少，嗯，深呼吸喺呢个位置。每次呼气，可能可以再伸直少少对脚，或者再弯前少少。当你准备好，就慢慢开始坐翻起身。将条带移开，可以坐翻落嚟，转移开，双脚翻返嚟中间，松一松，跟住翻返嚟任何一个舒服嘅坐姿，双手放喺膝头哥上面，最后几分钟，咁注意下而家身体，而家 hamstring 双脚后侧有咩感觉？双手合掌喺心口前，最后一次喺度深呼吸，用鼻吸，再弹出嚟。Namaste.